大反派黄忠玉煞到熟女，当街拉手，明年上红毯。哭哭，哎呦，这谁在大庭广众之下演偶像剧啊？哥，我觉得这比较像是大爱剧场嘛，就双子连战的时候，这新一位秀先砍到这个男的。哇，帽子戴这么低，你也认得出来，有点像倪敏然呢。阿弥陀佛，所以他到底是谁呀？别卖关子了，你。黄忠玉啊。啊，我再看看正面，你说谁来着？黄忠玉。哎，你确定我认识吗？哎，不确定你认识，但你八成听过他的笑声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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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某这段期间叫什么吗？什么？你猜嘛？要不要？你快点说！哎呀，重欲过度时期。刚是有 Q 我该笑的意思吗？苹果鱼浪浪不好笑，不倒。